今天收到了个快递，是给我们家小柴犬买的，今天拆一下。洗净液，这是一个洗耳朵的，因为一般的狗呢，耳朵里都会有很多耳屎，然后它就会经常的甩头，因为狗的耳朵呢，它的耳道是 L 型，所以用常规的棉签呢，像人一样的，它是套不进去，所以在网上搜了一下，就给它买了这款。在外面叫呢，然后，这有个盖子盖上，可以从这里直接滴出去。这个就是把它滴到耳朵里，然后看说明应该是按压30秒，然后就不用管了，就等它甩出来。基本上严重的话呢，可能就。一天一次啊，或者一天2次，不严重的话，1周1次都可以。先拆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有没有味道？因为现在狗的用品呢，也要看这个有没有毒副作用啊。因为这款在网上看评价还可以，都是植物的提取素，没有很多的这个。化学配方，这个味道比较清淡。现在去给它试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现在给它滴一下耳朵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下，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哈气。先看一下，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现在有点兴奋呢。要把它耳朵打开。它一滴进去，它是有点怕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哎，对。要30秒啊。没有计时，应该差不多。还有另外一只。有点害怕呀，这样按摩不知道感觉舒服一点。应该可以了，自己转化。来块奖励吧！来块奖励！
刚刚上完一直在甩头，现在好一些了。耳朵一进水，进这个药水，应该一开始他也是害怕，所以不是很配合。一会儿再给他清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刚给他上完，上的时候不是很配合，应该后面习惯就好了。拿张纸擦一下。这个味道还可以，但是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啊，就是，这个滴的时候，它一翻过来呢，它是不是滴的，就是一倒呢，直接这个水就全都倒出来了，这个量就不好控制。如果是能改成挤压这种滴式的，应该会好很多，像那个眼药水一样。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设计方面的，但是具体的功效啊，或者是说用完之后舒不舒服，还有待观察。今天那个视频就拍到这里。